所以呢，当然我们待会呢，还是有将近十组的来自我们高中女生组的精彩的选手们，在等着各位来现场他们的舞技啦。所以呢，也请我们现场观众朋友们，接下来是属于各位的5分钟休息时间，但是呢，也是一样，我们比照我们前面几场的休息，5分钟时间并没有很长，所以呢，我们在此也邀请我们所有如果没有要事要忙的观众朋友的话，我们不如就在原地休息一下下就好了。现在5分钟也非常的快速，马上就到啊，也给我们的评审老师可以稍微喘口气，转换一下的时间啊，甚至上个厕所都可以的。好了，这5分钟的时间，也是一样，我们大放送的时候到啊，是。 我要感谢我们所有那么多的观众朋友们到场支持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一次赛事活动的很多的赞助厂商，他们也非常大方的提供很多的礼品要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所以呢，我就直接送好了。来，要拿小礼物的朋友们，哎，来，这里，递了点很油，是不是？哇，哎，很眼熟，哎，这油罐，好来。 应该要2包，不，我觉得3包都不为过啊、哦，3包4包是不是？是不够3啊、哦，3包就好。但是送你一个抗菌的洗面乳，哎，一人要，一人要，是不是？啊，要啊，来啊，哎，好，这样，来，我们很多的观众红，我们前面这一排的，我相信西游面纸应该不是你们，你们比较适合的应该就是来自于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。 我接下来要送你们的东西绝对适合你们，对，因为呢，他们是来自于我们健康辅助食品的专家，美国威德益生菌，好，这个就适合你们了吧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是，当然试用包给我们的算是比较年长一点的我们的观众朋友啊。当然，如果你拿我们这个试用包，你觉得不错的话，来，我们的朋友们是，这是我们的算是威德的。 QR code 一样扫描之后呢，成为会员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到我们的算是服务台那边再去认领我们的试用包了，好不好？他们试用包真的不错，好不好？也欢迎你们能够多多的去尝试一下下哦。好，然后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一样，来能送就送啊，哎，来这边，哦，这边好，没问题，小心小心，哎。 哦，这个口罩，这个可爱的东西送给林俊卿一点的啊，有没有小妹？好好，来，莉莉啊，来，可爱的口罩都一面送给您。好，来也是一样，想要拿奖品的朋友们，让我听到你们声音好不好？啊，大家都不想要，是不是？啊，那没关系啊，我自己带回去。好，来，这边有李林啊，来，莉莉啊。 哎，我们看起来有点眼熟，刚刚有没有拿过？应该没有，对不对？哦，没有啊。来，弟弟，你喜欢我们今年度的吉祥物吗？就是有一个黄色的，全身都是毛的那个怪物，你喜欢吗？喜欢吗？啊，虽然看出来你好像有点在骗人，不过没关系啊。 我还是给你好了，来，谢谢你，弟弟，这是我们的高中体育总的吉祥物，呜呼，更一样可爱呢，真的是啊。来，姐姐也要，姐姐也要，姐姐也要啊。但姐姐没有娃娃，那没关系，姐姐的话我送你也是可爱的口罩，好不好？哎，没错，戴上口罩你就跟我们呜呼一样可爱的哦，好不好？来，谢谢我们这两位同学，应该说可爱的同小朋友了啊。 同学，哎，同学在这里，来，同学，同学啊，好了，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的莅临，是，这位爸爸也是一样，您辛苦了，照顾你的身体，来，威德益生菌，好，好的，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当你们看到我们今天所有的工作人员在旁边经过你的身边的时候，请别忘记跟他们可以互动一下下啊，不论是我们吉祥物娃娃，或者是呢我们这个。 下雨是不是？哦，还没，或者是我们的，算是只要完成你的小手续，我们就可以送你很多精美礼品的哦。我们的 Cat 或者是我们的威德益生菌，是非常感谢各位的配合。好的，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，等我们的评审老师都回来之后呢，我们就会来继续进行来自我们下半场最精彩的高中女生组的赛事。HBC 马上回来，谢谢。